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战争史。有人做过一个统计，在19世纪以前的3300多年间，人类只有200多年和平的日子。换句话说，每一年和平过后就有13年战争。20世纪前半叶，人类破天荒地打起了世界大战。1945年至今，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，局部战争却从未中断。仅1946年至1949年3年间，中国一场内战就死了300多万中国人。50年代朝鲜战争，死了197万人。60年代两伊战争，死了100多万人。70年代一场越战，死了300多万人。如今人类终于第一次，恐怕也是最后一次，步入了核威胁、核竞赛、核毁灭的绝境。科学家们说，只要有几百颗这样的核弹，就可以毁掉人类。如今美国有大约8000颗这样的核弹，俄国有大约7000颗，中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朝鲜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这种毁灭性武器。当纽约人聚集在时代广场迎接21世纪的时候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新世纪带给他们的礼物，竟然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噩梦。全人类都没有想到，世纪的钟声送来的是一个叫做恐怖主义的新世纪。恐怖主义突破了你死我活、胜王败寇的人类斗争传统，进入了一种你死我死、同归于尽的人类末日心态。恐怖主义将人类的罪恶本性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为什么人人都向往和平，却总是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下？为什么人人都渴望生存，却总是置身于死亡的恐惧中？一个人复仇叫犯罪，一个民族复仇叫正义。一个人杀一个人叫疯狂，一场战争杀100万人叫辉煌。人们为一个人的死去伤心落泪，
却面对无数人的死亡欢呼雀跃。人类分工一些人来救人，一些人去杀人，另一些人专门研究更有效的杀人凶器。看吧，每一片土地上都云集着千百万以战争为职业的年轻人，他们有一个光荣的名字，叫军人。听吧，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语言高呼的是同一句话：正义。他们都是在正义信念的激励下彼此为敌，奔赴战场，互相残杀。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作家雨果困惑地说，世上没有一个坏人，却做了这么多坏事。罪恶仿佛一个邪恶的幽灵，穿戴着民族、宗教和正义的美丽外袍，迷惑人类，不停地吞噬着自己的骨肉。人类的罪恶不仅爆发于族群之间，更深藏于个体之内，弥漫于环境之中。60年代的美国，报纸摆在大街上，人们拿走一份报，自然会放下一分钱。如今这种淳朴风光一去不复返了。在中国，原来居民的窗户上是没有铁栏杆的，也不装这样的大铁门。如今世道变了，家家户户打造得像监狱一样严实。过去，每一个孩子都有父亲和母亲。如今，在单亲家庭里，孩子要么没有父亲，要么没有母亲。这样的家庭在美国有1300多万，在中国也已超过1000万。过去，人们吃的食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如今，人们改变食物的天然基因，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，又用激素催化禽畜，防不胜防地毒害着人类自己。看吧，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竞争排放出大量废气，导致大气层受损，地球越来越热，灾变频生，后患无穷。数以千计的核试验一再震动薄如蛋皮的地壳，掠夺式的开垦造成大地植被严重损坏，于是大自然一次比一次严厉地报应着人类。电磁波越来越稠密了，性观念越来越放纵了，污染源越来越广泛了，于是癌症和艾滋病越来越普遍了。高科技、高效率、高消费，使人类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每一年都有几千万人处于失业的焦虑中。
几百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，几十万人自杀身亡，忧郁症和老年痴呆症与日俱增。人与人，人与自然，人与自己，人类在各方面都出了问题。这是一场全方位的错乱，综合性的失控，正将人类送上一条不归路。在浩瀚无边的太空中，悬挂着一颗小小的星球，阳光照耀着它，空气拥抱着它，雨水滋润着它。它拥有大海、蓝天和白云，山川、河流和大地，植物、动物和矿藏。它让这一切的一切都服务于一种极为独特的生命——人类。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深入地操控着人类的心智，使他们世代求善而不得，立志行善而不能？即使像正义和爱这一类美好的情感，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仇恨的帮凶呢？如果说罪恶是人类的本性，那么为什么人类又锲而不舍地追求良善呢？如果真有足以消除人类罪恶的良善，那么它是什么？它在哪里？永生的父，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安德烈，菲利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他将只身承担世人的罪孽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沐浴着同一个太阳，寄居在同一个地球，诞生于同一个血脉的人类竟然自相残杀，彼此伤害，这诚然是罪恶。然而更大的罪恶是人类竟以自相残杀为公义，以彼此伤害为良善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不认识真正的公义和良善，不认识上帝。他们以罪为义，以恶为善，以自己为上帝，不仅以自己为自己的上帝，还要以自己为别人的上帝。于是乎，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可见瞎子领着瞎子骄傲地行走在黑暗中，到处可见聋子指着聋子义愤填膺地对骂，
到处可见罪人论断罪人，个个像上帝一样英明。耶稣来了，正像这个希伯来名字的含义一样，上帝降临人间，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他拯救的方法不是惩罚人间的罪，乃是显明上帝的爱。在上帝的爱里，人的罪就原形毕露了，在上帝的爱里，人的罪就得到赦免了，在上帝的爱里，人的罪就被洗得干干净净了。以上帝的爱对付人类的罪，这正是十字架救赎的奥秘。你们常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耶稣指着人类熟视无睹的大自然，亲切地告诉人类，这一切都是天父对你们的精心供养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在天父眼里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看野地里的花，也不纺线也不劳苦，然而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，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。耶稣告诉人类，大自然的真谛就是爱，任何人只要打开心灵的眼睛，都能在大自然的美妙中看见上帝的美善，都能在无穷尽的偶然中看见上帝的必然。植物和动物，雨水和空气，山川和大地，大海和白云，月亮和太阳，在人类习以为常的每一种自然现象，每一条自然法则背后，都饱含着天父的深情厚爱。天父爱你们，你们的一切需要他都知道，连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身上的标志就是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在最后的晚餐中，耶稣一个一个给他的门徒洗脚。若有人饿了，你们给他吃，就是给我吃；若有人赤身裸体，你们给他穿，就是给我穿；若有人生了病，你们照顾他，就是照顾我。无论何时，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耶稣告诉犹太人，圣经的核心就是爱。你们要尽心尽意地爱上帝，又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是一切先知和戒律的总纲。一向温柔宽厚的耶稣，曾经一反常态，严厉斥责死守戒律却毫无爱心的宗教领袖们。在一个安息日，耶稣治好一个驼背18年的妇人。看，他被治好了，简直是神迹！他被治好了，大家来看呐！赞誉归于上帝。宗教领袖指责耶稣不守安息日，违反了十诫之一。耶稣回答说：伪善的人哪，
难道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和驴牵去印吗？这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魔鬼捆绑了18年，难道不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是上帝庄严的宣告，人永远是他挚爱的目的，人不能沦为任何宗教、民族和社会的工具。这是一个天上的法则，一个超越于人间一切法则之上，由上帝亲自护卫、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。天和地是为人而设，美和善是为人而立，葡萄和无花果是为人而长，即使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是为人而来。在耶稣身上，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上帝的心肠。有一次，耶稣前去一个堕落的税吏家中赴宴，他的门徒极力阻止他，不愿意跟他一起跨进那个肮脏的门槛。听我说，夫子，你如果跟这种人吃饭，就会沾一身腥，全城的人都会看不起你的。雅各，主的心是怜悯的心。你不能去，别去，别去，我们等会儿再说。别说了，安静。愿你们平安。谢谢。密宫里寒舍，夫子，我们欢迎你。欢迎夫子，欢迎夫子。毫不奇怪，天父的爱总是格外临到那些不可爱的儿女，因为在天父心里，软弱的儿女比坚强的儿女更需要扶助，有病的儿女比健康的儿女更需要照顾，离家出走的儿女比守在身边的儿女更令他牵挂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他岂不撇下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就欢喜快乐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他的孩子失丧一个。我到世上来，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被当场抓住，按照犹太戒律要用石头砸死她。这群人个个以自己的义愤来表达自己的圣洁，耶稣却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扔第一块石头。走吧。刚刚还道貌岸然的人们，此刻从老到少一个个离去。耶稣对妇人说，控告你的人在哪里？他们没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别再犯罪了。洞察人心肺腑的上帝知道人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论断另一个人，唯独真正良善的上帝有这样的权利。然而因着他的真正良善，他却愿意赦免人。这不是那个妓女吗？就是他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怎么来了？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女人，快走开。西门，坐下。夫子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西门，请坐。西门，当我进你家时，你没给我端水洗脚，没亲吻我，也没有膏抹我的头，他却用眼泪洗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，
抹上香膏。女儿，你的罪我知道有很多，都被赦免了，因为你表现出巨大的爱。什么？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啊！就是啊。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在上帝无比深厚的情怀下，人间的所谓崇高和圣洁显得多么冷酷和虚伪，人间的义在上帝的爱面前竟然都显露出罪的本相。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如何上帝却知道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所尊贵的在上帝眼中是可憎恶的。上帝疼爱儿女胜过人间的父母，他来了，不是首先往那些有权有势、体面尊贵的儿女家里去，而是首先往那些贫穷、瞎眼、低贱、可怜的儿女家里去，去关怀、帮助、救拔、提升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出生在马槽里，成为木匠的儿子，也没有进过学堂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拣选十二个下层人做他的门徒，又常常和人所不齿的罪人在一起，走街穿巷，去医治一个又一个痛苦绝望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他，上帝的儿子，一生竟然在流离失所、忍辱负重和凄楚惨痛中度过。这不是不幸，这是爱；这不是忍耐，这是爱；这不是无能，这是爱。这是上帝的爱，这是罪人与罪人相处的人间不曾有的爱，这是连被爱的人也难以理解的爱。你们常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拿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要推辞。这些超凡入圣的教训，在这个以自私争竞为法则的人间，没有一个人能行出来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耶稣以他的生命将这些教训完全活了出来。当世人拒绝他的时候，他依然爱着他们。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有一个村子不接待他，门徒说：主啊，吩咐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吧。耶稣斥责门徒说：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我来到人间，不是要灭人的命，是要救人的命。当同胞误解他、羞辱他的时候，他依然爱着他们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当门徒逃离他、不认他、甚至出卖他的时候，他依然爱着他们。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耶稣早已知道，然而耶稣只是轻轻对他说：彼得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夫子到哪儿我都跟着你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彼得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会三次说你不认识我。我的主，不会，绝不会，我永远不会不认你。你站住，我认得你。
你是同耶稣一伙的，你是他的门徒。我不认得他。就是你，你们看，我也见过他，他是他们一伙的。快快快，我见过他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这里出了什么事？他是耶稣的朋友，一个门徒。别叫他跑了。对不起，他们弄错了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谈论的那个耶稣。滚开！我的神，我的主，当耶稣惨遭人们的凌辱和杀害，他依然爱着他们。在十字架上，在仇恨的巅峰，耶稣的爱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。面对残酷杀害他的人，他没有反抗，没有愤怒，甚至也没有一丝轻蔑。相反，他怀着极大的理解和爱，诚恳地为他们祈祷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面对人间的亲人和心爱的门徒，他没有忘记用一条真爱的纽带将他们紧紧系在一起。约翰，看你的母亲。夫人，看你的儿子。即使人间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只要真诚地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也立即以永恒之爱来拥抱他。如果像你说的，你是弥赛亚，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呢？滚一边去！你不怕上帝吗？你都快死了！我们是该死的，因为我们确实犯了该死的罪，应该被惩罚。可是这个人没做过一件坏事。耶稣，别忘了我，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。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一个像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的崇高生命，一种像雨水一样给义人也给罪人的浩大恩典，这个卑微至极却尊贵无比的上帝之子，正同他所指证的大自然一样，无条件地将自己全然献给了人类。上帝的慈爱在人类仇恨的围剿中臻于完美，上帝的荣光在人类黑暗的吞噬下灿烂夺目，上帝的良善在人类罪恶的迫害中登峰造极。因着上帝的儿子被钉在上面，十字架这个残酷的刑具就成了慈爱的象征，这个仇恨的工具就成了和平的旗帜，
这个诅咒的记号就成了祝福的标志。十字架是上帝的大爱、大能和大智慧，唯有借着十字架，上帝才能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十字架是定罪的十字架，从阳光、雨水到十字架，天父上帝对世上儿女的恩典何等浩大，可有谁把恩典当作恩典来感激呢？有谁把天父当作天父来尊敬呢？有谁把兄弟当作兄弟来对待呢？在天父和他儿子耶稣面前，人人都显出不善、不敬和不义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十字架又是赦罪的十字架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，当耶稣应许一个死刑犯同他一起在乐园里，试想还有什么样的罪人到他面前来，他不肯饶恕呢？十字架更是赎罪的十字架。不管是罗马士兵还是犹太人，显然都不晓得，他们在恨中钉死的耶稣，正是在爱中替他们赎罪的羔羊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吧。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众人流出来，你们拿去喝吧。在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坦然面对圣洁的上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公义的审判。唯有被罪人们钉上十字架的耶稣，这纯洁无瑕的羔羊之血，在上帝的眼中视为完美，视为宝贵。世人只有借着他，才能得到上帝的接纳。是的，任何人只要到耶稣这里来，他那宝贵的鲜血就洗净你的罪。任何人只要归入耶稣的名下，你就成为天父所喜悦的儿女。你必脱离罪的诅咒和死的辖制，一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眷顾中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管你是谁，过去做过什么，现在光景如何，请你知道上帝爱你，他的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你。今天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如果你愿意到耶稣这里来接受十字架上的爱，就请你跟着我一起默默地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阳光雨露，感谢你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更感谢你赐给我耶稣基督，为了救我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我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祈求你的赦免，我要一生一世信靠你。愿你的恩典伴随着我和我的一家，从今天直到永远。
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